那两者我把它分析一下，我刚才有，我们前面有写过那个全部折线图啊，全部折线图啊，其实基本上做法哦差不多哦，那做法就是可以拿这两行程式来改，那这两行把它复制到这边来，OK，第一个哈，第二个话呢，我希望这个可以把它加，哎，就是每跑一次，帮我把它加上多少？加上10，因为一加上10，啊，一加上10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变11。那再让10变21啦，所以我先解决第一个变数。那要解决这个变数的话呢，我需要在这个上面加一个回圈。这个回圈的话呢，主要是让这个各区有没有，总共13区啦，所以我们就跑一个13区的一个回圈，就是1到13好了哈。所以我在这个上面哦，我就写了一个13区嘛，我就 for，我就打一个哦，for i 等于一到13，Enter 两下，打个 Next，好，有 For 就有 Next 哈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哈，我就把这两行程式呢，把它搬到它们中间来，然后一样按个 Tab 键，好，把它下一阶，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那我要透过这个一到13做个变化，什么变化呢？就是每跑一次哦，这边的数字把它怎么样？哎，让它加上10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哈，我就知道说它的初始值是一，所以这个好像前面讲过了，你可以在 for 回圈上面加一个变数叫 k 好了，它的初始值等于一，然后呢，每跑一次之后的话呢，把它加10，k 等于 k 加10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然后呢，再来把这个 k 怎么样放到这个一跟这个一的位置。那因为这个一已经是在文字的最右边的哈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边呢怎么样，哎，delete 掉，然后后面加一个 and k 就可以了，and k，然后记得 and 前后要加空白，OK 哈，那这边一样，哎，delete 掉嘛哈，然后移到双引号的外面，and k，然后 and 前后加空白，OK 好了。那删图的话，你们自己抠了哈，还是我把图给删掉一下，然后让它跑一下，哎，有没有？它就出现了。不过这个图哈有问题啊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我们再解决后面的好了。刚刚跑的那个图啊有点问题，有我好像其实也没做什么事，我只是把它删掉之后啊，哎，重跑之后它发现它又变正，哎，它有时候又变不正常了，删掉之后又变正常了，OK 哈，所以有时候好像。像这个现在又不正常了，诶，可能它对于那个日期，尤其这个啦，月份好像它的辨识有点，有时候会有问题的哦。那我们先不管这个问题，等一下好像就要恢复正常，我看一下，执行一下，这还是，诶，先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解决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OK，所以刚刚第一个问题哦，我们是把那个。哎，这个 O 一有没有变成 and k 就 OK 了？那把这个 and k 把它串在尾巴，这样就完成哈。第一个问题哈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，它原来是2，下一个要变成3啊。如果你没有变3的话，它变永远都是桃园折线图。所以把这一个2哈，让它可以下一个之后呢，哎，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，哎，可以变成3，可以变成4，变成5，以此类推哦。也就是说啦，哈，它这个数字的话呢，应该是从二哈一直到总共13嘛，所以总共是13区啦。那因为13区从二开始，所以呢，理论上应该是二应该一直到14才对啦。哦，二三四五一直到14啊。那所以呢，为了要能够得到像这样的一个变数哈，那你可以看到 i 的值，哎，i 的值好像跟什么？跟它相差一嘛，哎，所以我其实可以利用 i，把这个 i 的变数干脆放在这边，那把 i 加一就可以了嘛。所以呢，这边其实可以变一下，怎么变呢？把这个 a2 哈跟 m2 的2有没有哈，把这个2的部分呢改成 i 加一就可以了。哎，那怎么把它放进去啊？那一样的方式啦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连续的文字，那我把这个文字呢把它串在中间，那串的方法啊，前面有讲过。先选取这个二哦，然后双引号两个，到中间，再加一个两个 and 哦，两个双引号两个 and，然后再移到中间，把 i 串在中间，要记得 i 加一哦，哦，
因为它这个数字啊，刚好跟 i 相差一，所以把它加了一之后，刚好它第一次就是二，下一次的话呢变成三，以此类推到14 ，OK， 那刚刚好哦。所以哦，这个加了之后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把它怎么样 ，and i 加一就可以了 ，and i 加一，好，啊，其实哦，我后来发现哦，那个 and 符号哦，它前后我们刚刚讲说要帮它加前后空白，可是有的时候你把它移开哦，它好像还蛮敏感，会自己帮你加，哎，这个会自己加，这边好像不能不加，所以这个自己再把它加一下 ，and 前后加空白，哦，这个一定要记得，不然它一定会出现那个什么红色的字。底下这边我没加，好像它会自己哎对，如果在旁边的话，它 end 符号会自己加，可是如果它串在中间的话，它就变成一定要自己按空白键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哈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了。那完成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再把它跑一下，执行一下看看，哎，现在就不 OK 有没有哈？不过我刚刚是有做了一件事，好像直接把它选起来一下，好像它跑就 OK 了。这个有时候它会出现这种。哎，就 OK 了，所以好像它这个是状况啊。如果你游标如果没在上面，它会出错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我看一下，游标如果放这边，如果执行看看，哎，这样还是正确，很奇怪，它有时候正常，有时候不正常，好吧？反正目前的话呢是正常了哈，那把它执行一下，有没有中立？然后再来的话全部的话执行一下，有没有桃园中立？大溪、杨梅、哦、芦竹，以此类推。那离婚跟结婚有没有什么？哎，指数的话，有没有月份上的差别？有没有哪一个月份哈、哦、离婚率最低的？对，好像有共通哎，最低好像都二月份哎，好像最不喜欢离婚的应该就是二月，有没有？这个最低，中立好像也是二月最低。大溪也是二月最低，哎，为什么离婚这个月份最低呢？二月是什么节日呢？过年嘛，哎，过年先不要离婚，好了，我们过完年之后再离婚吗？有这道理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而且好像有这个趋势，你看，过年的时候哈，二月份不会离婚，过完年之后大家离婚率就偏高了，哎，为什么？过完年之后大家就。为什么呢？这很没办法理解。过年跟离婚有相关联性呢。那至于原因哦，我想哦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再去找一下答案好了，或者可以问一下 ChatGPT 看看，请问为什么过完年之后离婚率会相对偏高？哎，看 ChatGPT 会不会给你答案，或者在 Google 上面查一下。哎，这个我就没办法理解。哦，啊，其他的话好像这个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最高的也是大概就是过完年之后，最低是过年是最低的。那大溪的话呢，它不是，大溪好像最高的是在这个时间，什么时间？哎，八月份离婚率反而是最高的，八月是鬼月，哎，鬼月反而大家不结婚，但是离婚却很多，这个很妙的一个现象啊，这个只是一个现象，但是如何解释这个背后的原因哦，这个恐怕还是要自己去抽丝剥茧。我是觉得有些事情是真的蛮有趣的，如果你没有把图画出来，你真的不知道原来有这些现象哦。而至于背后的原因为何，就是你要自己再去花一点时间去了解的。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啊，而且好像只有大溪是这样子。大溪这个聚落，大溪好像最早是，大溪是不是那个好像是闽南？如果是闽南，应该是属于那个什么漳州的聚落，那边务农的蛮多的。OK 哈、哦，好，然后杨梅大概也没怎么，杨梅好像是客家比较多吧，哦 ，OK 啊也是一样啊，他这个离婚最多的是在二月份，啊不最少是二月，最多的也是过完年三月 ，OK 哈、哦。那这个芦竹好像也差不多哦，那这个大园好像比较奇特一点，大园的话它是最低也是差不多是二月，但是最高的话呢哈，哎那就七八月份，有没有 ？OK 哈、哦，这个每一区都不大，龟山的话 ，OK 八德，好了，那其他的部分哦，我想请各位先试着，那最后的话那个画个
这个按钮哈、哦，如果你把程式写完之后了，按钮大概就把它做出来，所以最后的话，按下这个按钮就是把这个资料重新下载，哦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桃园的折线图、中立折线图，然后一个山调，然后全部折线图 ，OK 就画出来了。那你说老师，那个离婚的统计资料下载，我可以做个变化，哎，真还真可以，怎么做变化呢？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？如果我刚刚下载的是102，哎，哪一年？110年嘛，对。所以如果假设哈、哦，我希望换一个时空环境，我把它换成102年的话，那其实也蛮简单的，你只要改一个地方，检视有没有，把这一个连接哈、哦，把它修改一下。所以如果假设哦，你要刚刚这个按钮是110，所以这个干脆把它改一个，哎，应该是。在110的吧哈，然后你把这个复制，哎不，开头不能是数字，干脆这样，离婚统计110好了，哦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个复制一下，贴到底下。如果我要再增加一个102的话，那很简单，就是再加一个102，有没有？把这边加一个数字，然后你只要把这个网址，把它改一下，这个网址的话哈。哎，就是换成是102年的，看看102年，复制一下，好，所以我找到102年嘛，然后把它贴到哪里？贴到这边来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102年就有了。我们看一下102年，如果换成102年，然后比较一下，好啊，这一样画全部折线图，好像差异也不大哎。OK， 好，一样都是2月份，所以102年哈。那最高的话就是这个，反而最高不是结完婚之后，而是也是鬼月之后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，所以你们可以再比较一下差异的哈。那最后当然呢，我刚刚已经改了，所以我把它重新再增加一个按钮算了。嗯，这个按钮的话是110年的下载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如果还要再增加一个，那我把这四个往下移好了。这四个怎么往下移？按 Ctrl 键再点它。Ctrl 键按住，再点这个，这样就可以点他们的，然后再把 Ctrl 键放开，就可以把它往下移，往下移，然后再加一个102，就复制一个，再贴一个，然后这个的话呢，我就把它怎么样，把它按右键重新再改成102年的。当然了，因为有总共应该有102嘛，总共有9年的那个资料啦，那当然你可以自己挑一个吧，哈，那或者是说你比较一下。看看两个资料有没有什么差别，哦，这102，这个110，好，哦，当然你可以删掉之后重跑一下，哦，两个可以甚至看看能不能，啊，跑在旁边算了，或者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那不就可以比较了，哦 ，OK， 所以也就减半好了，哎，所以哦，假设前面这边是102，这边是110，那比较之后，嗯，有没有，你就可以看出差异了。那我觉得有些时候看图真的是比看数字简单太多太多了 ，OK 哈，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。所以刚刚这个折线图部分哈，主要就是改了几个参数哈。啊，这个程式其实云端上我也有放嘛，所以你们自己也可以再到云端上找找啦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